这是个全家人合影是吧？这个是他的，这是他的 他的亲人，他的亲人，他的父亲好像是。他的父亲，嗯。把烈士呢，一定要把烈士的眼睛呢，要专注的在凝视着亲人才行。我画烈士有一个特征，始终眼睛是在看着人，因此不论从哪一个角度，这是一个挺难的一个难点。有的人画出来的人呢，眼睛到处飘，亲人后代都想着让他的烈士这画像一定要看着他的儿女。我画的就是这样的效果。来不及爱，来不及疼，来不及牵住你的脑门宽，这里宽，哎，高鼻梁，高鼻梁，哦，大眼睛，都说儿没有肾吧，有肾，来不及疼，来不及在下个路口。大伯终于见到你了，明了。咱就回家几天，太像了，就给我印象当中的自己想象的一样的。嗯，人的价值体现呢，我觉着，我也没想到我退休之后还有这么一个发挥的空间，啊，我也没想到社会有这么多需要我去帮助的人，啊，我觉得这不很好吗？世间却有谁无